前队长 B.I. 金韩冰在2019年被爆料曾经购买并吸食毒品，随后他便退出组合和 YG 娱乐解约，沉寂了一段时日。他在去年推出首张个人正规专辑，当时前队友 Bobby 还有留言帮他加油。不过 Bobby 本人在之后也因为突然宣布结婚生子而引发轩然大波。日前 B.I. 和印尼的音乐人 Afghan 一起直播，没想到却发生了尴尬小插曲。OK，Han Bin, have you ever seen Bobby Child? Request to be in your live video. No.What is Bobby Child? 金韩冰的战术沉默也是让粉丝看了超尴尬，直呼这是可以在直播上问的吗？一方面是无法公开提及的前队友，一方面又是敏感的生子话题。不过也不能怪旁边的朋友，毕竟人家真的是不知者无罪啊。